紧张？你们紧张吗，兄弟们？我操，我好紧张啊！一分之差，什么意思？曼涵56分，56分，8分，第二名不是8分吗？8分能不能进？8分能不能进，兄弟们？1、2、3、4、5分，8分也能进！我的哥，第二名6分，我操，第二名6分啊！啊，哎呦，第二名他妈才6分，我就玩你，杀一个，杀一个，兄弟们，杀一个！我靠，这个 ACT 哥哥，我给你 ACT 的老板打个电话，好不好？给我送2分，我让你吃鸡，给我送2分，哥哥，那个送2分吧，好不好？对，你先让这个叮当干拉过来，先假装送1分，我们再商量一下。干嘛？李斌，小心！好，对，你先让叮当这样子搞一下，你先让叮当补掉，给我补掉。我操，能吃鸡，兄弟们，能吃鸡。ACT 给机会了 ，ACT 的老板非常的给我机会，非常的给我面子 ，ACT 的老板。野猫不要，哎，不要，哎，不要，